走这边，关闭了，关闭了，封了，这条道路封了，把它填了，填起来，摘掉，放后面，把这喉咙放后面。咪呀，啊咪呀，卷起来，来自枪，30公里以外，三十米，咪呀，啊咪呀，啊咪呀，啊咪。睁眼睛，鼻孔打开。嘴角提上去，笑肌打开，笑肌叫，唱歌练声说话都要笑啊！你们这地方太不积极，笑肌打开，说话再说一声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来了，一定要打开，这个是声音的门，从这里。笑肌打开，任何说话声。你好，喂，哪一位长？局长，先打开笑肌，要笑要笑啊，说话也要笑，唱笑肌很重要。笑肌打开，鼻腔就开了，鼻腔头腔就没有鼻腔就没头腔啊，搞清楚。瞪眼睛，脖子，瞪眼睛，胳膊子。打秋千。站到山上往下唱。当原住民，当一次原住民，练声说。不是站到山下往上，是站到山上3000米，玉山，玉山。90分钟，什么事都不要想，就想声音。声音是最美好的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乐器可以比我们的人声更好听。不管小提琴、钢琴，不管任何乐器，没有我们的人声好听。任何乐器没有字、没有词、没有画面。我们唱的是山，唱的是爱人，唱的是水。他不能二胡跟他们说，他说我拉的弦我听不出来，我唱的是山水。山河是吧？这样说啊，是吧？记者要训练我们的人声。
观众跑完了没关系，我们嗓子不能受伤。支撑啊，队长！来，教授来一个发低音。哦，假的，假装的，来个真的。哦哦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比刚才好。来，你来个发低音。哦，看教授吧，给他发。哦，啊，来，来。哦，瞪眼睛没？盯着一个地方，眼睛不能，眼睛不能眼球瞪了啊，那算计别人。要瞪着一个地方，哦，盯着一个地方，对，哦，对，来，兄弟，发个脾气，去发脾气，发脾气，给你爸发脾气，拿钱，来，知道的，预备，走，预备，哦，预备去，哦，再来一次，后面后面走，预备去，哦，这就好了，来，哦，来，哦，大家从后面走，大家还有前头的，啊啊，你再去看。先往后，唱高音的时候要想到低音，唱低音的时候要想到头腔共鸣，都不能忘掉啊，不能忘掉，来再来。轻松了，啊，也许我会教一些作品给大家，试试你的嗓子怎么样，保养过的车试的怎么样，上路怎么样，觉得好，刹车也好，油门也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动车又能用了啊，非常好。去了。
你们是能闭嘴就闭嘴，我是能张嘴就张嘴。记着，你们你错，我们是